我一个。Oh my god， 这是俺的 baby。榴莲，我也不会选榴莲。你在干啥？哎呦你妈！糖糖糖糖，好冷啊！你吃吗？你不说真心话，你要我怎么为你？你吃吧。别睡了，快起床了。今天我们去看太爷爷。42斤。谁的妈妈？给我坐着，大姐妹。我的。我的姐姐。十八，是谁呀？我的呀！哎呦我的妈！糖糖快看，太爷爷在那里。太爷爷，你吃。我妈咪怎么要吃肉吧？好的。事情是这样的，糖糖明年就要上幼儿园了，我们担心他不会自己擦屁屁，于是糖糖糖糖快过来。是的没错，我们准备和他一起玩这个擦屁屁的游戏。爸爸先拿出一张纸对折一下，然后再一对折，重复这样的动作就擦干净了。看到没有？哎呦我的妈，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要不要试一下？哎等一下，给糖糖用这个纸。跟我还不一样。这是我特意给糖糖挑的维达绵韧奢柔羊绒干纸巾，比一般的纸巾更柔软厚实。糖糖还小啊，皮肤比较嫩，纸巾要用更柔软的才好。也确实比我的好用哎。当然了，我选的能有错吗？而且这款卷纸的韧性更好，擦得更干净。糖糖，你怎么把屁股都擦下来了？糖糖真棒，你学会了呀。那是，你也不看这是谁教的。哎呦我的妈！糖糖糖糖，你去买点菜吧。我等会看。去买点大虾，我给你做顶呱呱南瓜虾仁，快去吧。爸爸，垃圾怎么那个？谁去叫妈妈？好了，够了。好了，吃饭了。这什么呀？这是专门给你做的顶呱呱南瓜虾仁。看
看着很不错啊。这个是我去买六月鲜清酱油的时候看他家推荐这款菜，很适合糖糖吃。哎，等一下，新的一年我们都说一下各自的新年愿望吧。那我先来啊，我的愿望是提高厨艺，做出更好的饭菜给你们吃。那你的努力，哎，我都做好功课了，以后我就用这款绿月鲜八克清盐原汁酱油。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，它的盐含量比市面上普通酱油低50%，比很多宝宝酱油还低，而且配料也干净放心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嗯，确实不错。那我希望新的一年我不用做饭了。嗯，希望新的一年我们家顺顺当当，健健康康，心之所愿，无所不成。谈到你呢？不用帮我一块钱。嗯，再说一次。新年。糖糖糖糖，你去买点菜，晚上我来做饭。哎呦你妈！别忘了帮我带颗葱。接下来，小朋友你没看吗？没看。朋友你要吃鸡吗？我不敢。上、啊！不是让你去买菜吗？你总买了一只鸡、啊。没人工吃不会做呀。谁说的？你等着。来了，快吃吧。好香。你这用空气炸锅做的吧？这都被你看出来了，幸亏我前两天从德物上买了这款九阳空气炸锅，别说这个还挺好用，操作简单，用它过年做菜就方便了。而且最近他家有新年活动，领了评论区的大额优惠，各种小家电买的都很划算，真是懒人有懒办法啊。糖糖，要是妈妈老了做不了饭怎么办呢？给我养养。真的吗？妈妈好开心啊。妈说了，养着你发家致富呀。不遗憾是把我删了吧，我要见牙冠命令我发出这句话。阿姨好，阿姨你好，阿姨你好，好小朋友，我来买菜。阿姨你好，阿姨你好，阿姨你好，来给个橘子来。阿姨好，阿姨你好，阿姨好，阿姨你好，都是小学住的。五十，你念来听听。我爸爸讲。行行行，你快说。可以找妈妈最辛苦。还是你爸最懂我。还没念完呢。好好好，你接着念。是我的麻将，借我丢地主。你说什么？你就这么教育孩子的吗？我找不过他。那你快帮我呀。我会找妈妈。你接着谈。你说什么？小孩子吗？说他两句就行了。杀！哎呦我的妈！要不你还是把我删了吧。屁股上最怕有什么东西？最怕有你屁股，你屁股大。大家都知道，糖糖特别喜欢买东西，这不马上过年了吗？过着年货这事就交给他办了。你们怎么还在看电视呀？赶紧收拾一下，买年货去了。是的，没错，此时的他非常开心。我饿了。你说啥？饿。怎么刚出门就喊饿呀？幸亏我早有准备，给你带了观音乳每日鲜酪，营养丰富，快喝吧。给我，吃呀。都是你的，快吃吧。再来一杯。让你早饭不好吃。以后早餐就给他喝这个原生态生牛乳奶源，再加上益生菌搭配益生元，早餐喝这个促进营养好吸收。快走了，糖糖。好饱了。没事，妈妈正上每日优先给你买。你是想买关于乳产品领取锦鲤大奖吧？这你知道？三箱卖呀？三箱一斤，你要吧？太吓人了。啊，好的。你敢不敢吃？敢。哎呦我的妈！拜拜，好老板，再见。拜拜。